何超连去年同拍拖四年的内地男星窦骁在巴黎举行世纪婚礼，婚后就最少离多屡传婚变。不过近日有台湾媒体报道，10月22日晚有人目击窦骁在超连的陪同下现身台大医院急症室，两人穿着白色情侣装表现相当低调。窦骁手贴纱布，不时摸住心口。去完台大医院之后，窦骁第二日就由住的酒店拎住疑似中药出门，又去到台湾另一间医院，健康情况令外界非常担心。